胡亥夺取皇位的那一年，即是公元前209年7月，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领导这一次起义的人是陈胜和吴广。秦义世元年七月，征伐累咗900人率守渔阳，陈胜和吴广被征调担任团长。陈胜又叫做陈涉，是阳城人，吴广又叫做吴叔，是阳下人。陈胜对自己的苦难遭遇一直愤愤不平，但是更不幸的事情又落在他的身上了。他和吴广以及其他的穷苦农民一共900多人被秦义世征伐去渔阳驻防。那个时候正是雨季，他们走到祈愿大泽乡的时候落起大雨。大泽乡靠近淮河的支流溃河，地势低洼，大水淹没了道路，没办法走，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天晴的时候才再走。按照秦朝的律法，叫你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你就要按时到达，延误了日期就要杀头了。陈胜和吴广计算了一下，估计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按期到达渔阳，这样他们已经犯下了死罪。陈胜和吴广一起商量办法，陈胜就说了，如果今天要逃走，捉回来就要死，起来造反夺天下大不了都是死，这样等死不如拼出一条生路。吴广就认为陈胜讲得有道理，就决定和陈胜干一场。当时的人都很迷信，想要号召众人起来造反，除了假借扶苏等人的名义之外，还要采用装神弄鬼一类的办法取得众人的信任，他们为此想出了办法来了。第二日，伙夫上街买鱼回来，剖开了一条鲤鱼的时候，在鱼肚里面发现了一块绸纸，绸纸上面用朱砂写着陈胜王三个字。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众人都认为这个是老天爷的旨意，原来陈胜是个真命天子。过了几日，陈胜和吴广带领着一大班人，趁押送他们的军官都喝醉了酒，故意去要求释放他们回家。军官一听又急又怒，先抽打了吴广几下鞭子，跟着又拔出剑来要杀吴广。这个时候大伙儿一涌而上，陈胜乘机杀死了军官。陈胜吴广杀死了军官，大伙儿都感到出了一口护气，见到大伙儿都很齐心，陈胜和吴广就决定立即起义。他们派人上山砍伐树木和竹竿作为武器，然后用泥土垒了个平台作为起义誓师的地方，还做了一面大旗，旗上面绣了一个大大的楚字。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起义军首先攻下了大泽乡，进而攻占祁县和各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爆发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开，附近穷苦的老百姓都抬着锄头、铁耙、扁担，纷纷赶来加入起义军。起义军一下子就壮大了，而且很快就占领了陈县。陈胜在陈县称了王，国号张楚，陈县就成为了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为了推翻秦朝统治，陈胜在8月封吴广为假王，令他率主力西击荥阳，进而入函谷关夺占秦朝腹地。宋刘率部入武关，迁回咸阳。武臣陈馀率部攻取六国故地，吴广久攻荥阳不下，陈胜又以周文为将军，领兵绕过荥阳攻进关中。周文攻破函谷关，屯军于起。这个时候义军已经有兵居千两，战士几十万。秦义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即刻令少府张邯将修建骊山陵墓的数十万营徒和奴产子编成军队迎击农民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回了黄黎的30万军队以保卫都城。周文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但是就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又孤军深入，在秦军的突然袭击之下接连受挫，被迫退出函谷关，在曹阳驻守待援。这个时候武臣的东路农民军在河北旗开得胜，对秦朝官吏恩威兼施，连连攻下30余城。在攻占旧赵都城邯郸之后，武臣在张仪、陈馀的怂恿之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而且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武臣自若莽民，以陈馀为大将军，张仪为丞相，公然割据自立。六国旧贵族纷纷割据称王，韩广称燕王，
魏咎为魏王，田陷为齐王，陈胜所遣各部义军互不接应，六国旧贵族又变身割据者，严重削弱了反秦力量，起义军陷入孤立无援、有腹背受敌的境地。曹阳的农民军和兵力庞大的秦军苦战两月，损失惨重，又没有援助，忠告失败，周文自杀。章邯乘胜猛扑，占领渑池。随着反秦斗争的进行，起义军自身的矛盾和弱点也都逐步暴露。围攻荥阳的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将领田藏因为和吴广意见不合，竟然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自立为将军，致使军心涣散。章邯乘机率秦军直扑荥阳，田藏率军迎战章邯，兵败身死，余部溃散。陈胜依旧坐在陈县，章邯率军直扑陈县，在城西和张贺所率的农民军展开了激战，陈胜亲自督战。由于众寡悬殊，而秦军又挟战胜周文、田藏之余威，士气高昂，农民军终败，张贺战死，陈县失陷。十二月，退至下城父的陈胜被车夫装甲杀害，余部投奔其他反秦武装。宋刘问讯在南阳降秦，轰轰烈烈的陈胜、吴广起义，在秦王朝的残酷镇压之下，历经了半年就失败了。